Jisoo 的 Flower 近期成了舞蹈挑战大热门，这次官方直接送上 Blackpink 全员后台 Flower Challenge。配上音乐走位，最后剩下超近距离的 Rose 和 Lisa 实在是太可爱了。Jisoo 也发现动写下与大人们一起庆祝儿童节，5月5号正是韩国儿童节， Blackpink 就集体献上儿童节礼物啦。Jisoo 的另一个限动则是抛出大耳狗，还 tag Lisa 问他你想交换吗，哈哈哈，谢谢。看来今天 Jisoo 是小朋友，还过了一个相当愉快的儿童节。 Blackpink 的惊喜不止这一件，大韩航空为了替釜山申办2030年的世界博览会助一臂之力，推出 Blackpink 特别版飞机，借此向世界展现 K-pop 的惊人实力。飞机上也有他们的宣传影片，看那四闺女的身影印在飞机上，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。目前这架飞机主要预计来往首尔和巴黎，也可能会支援短程飞行，暂时营运到11月。若是釜山取得世博主办权，有可能会加码延长，就看有没有幸运的 Blink 可以做到 Blackpink 特别版飞机喽。Yeah.